好，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八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7月12日星期二下午12:11至57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有委员美女等17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七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21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6案全部照列。民进党团增列部分改列第2案。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依民进党党团中委员孔兆提议通过，共计41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5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3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2项规定者42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经复，并复制请愿人。宣读完毕。好，各位同仁，请问对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我们就确定会议记录，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如果各位同仁要发言的话，请到主席台来。我们等于宣读结束之后，会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好，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程草案，实践中华民国105年7月22日星期五、25日星期一、26日星期二、27日星期三、28日星期四、29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讨论事项一：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案；二、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宣读完毕。好，现在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哦。目前有一位登记发言，请登记发言第一位的陈曼丽委员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同仁，大家午安。今天呢，我有一个提案哈，就是针对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事项，我希望能够依照我们就是我有一些的提案的名称啊，希望按照这样子来通过。那我想麻烦我们的议事人员帮忙做宣读。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本院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案。第二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宣读完毕。好，对于陈曼丽委员的提案，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照陈曼丽委员的提案通过。我们讨论事项就照这样通过，就是议程草案了哈。好，请问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散会，谢谢各位。